你刚刚跟他讲学养的基础，还有什么，然后还有就是为了说儒家的观念，像宗教生活化、生活宗教化等等，我们其实这样这个地位形成真的是蛮重要的东西啊。那在我想我们的互动嘛，也是这个很热络啊。去年我们也有跟金门地区，去年因为这个对这个伊斯兰教的一些想法、看法，还有因为怕我们混的同事会太强，会不太敢管。今天同学非常踊跃啊，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些教长，他们在最后是我们教长。Yeah,
自己除了新政治的经费的来源，是早期的话，因为台湾跟大陆掉了，我也搬掉了，这些有国也比较靠富有啊。但是在1980年的话，80年的时候，大陆就跟我们断交了。但是虽然断交，但是对我们非常友善，因为台湾80%的用的油啊，都是来自大陆掉了。有一次我问那个中油的那个梁朝威，有一次聚会我问他说为什么要买大陆进的油，这几天也是油价上涨，油的问题，这个其实应该是蛮糟糕，因为这个大陆进的油它的油是要输给巴巴克的以后这些国家的油，它的油是好，所以台湾80%的油是来自大陆掉了。那这些国家跟台湾已经断交了，但是有些就是跟我们断交的时候啊，他最做新的是他出了一半的资金嘛，100万美元，但是断交以后啊，这些资源就没有。那我们台湾就说大家都是军工教啊，都是这样自给自足的来撑这个经济。他经费在外国的工作很少，几乎都没有断掉一个。那我们这个跟这个社区的互动关系，基本上就是说，像这些外劳啊，像社区啊，如果他要办活动啊，我们其实都就是让这个资源分享啊，社区会来办。那至于说我们对社区的一个关怀啊，那基本上的话，现在我们有买这方面课程。那现在我们对外的寻找的一个管道只有大学啊，像那个东海大学、静宜大学跟那个皇家大业，就说我们会跟他们合作办一些。讲座，一直很讲座啊，讲座。那社区这边的话，目前还没有开班。那台湾是属于一个这个引进信仰的弯道啊。那基本上的话，这个一神教的不败主席，这一点的话，他们听着不敢信啊，因为。外省人好像会笑啊，挺摸出来。那我们知道第一个传教士来到台湾来传教，就是说不能拜祖先，好像是在这个马街神父啊，这些看来说台湾人的民间信仰啊都不能接受，都不能拜祖先，所以最后呢，好像第一个天主教的一个道士还是基督教的朋友。最后呢，被逐出国门了，为了这一个，所以民间信仰基本上是要拜祖先，那回教、基督教、犹太教不能拜祖先，那这个问题呢，是一般民间的信徒不能接受的啊。那我们会用一些方式，就说你父母亲在世的时候孝顺，但是他归真也不能归用信仰。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些能够认同的、能够皈依的一些东西啊。那